我们什么时候去餐厅？走吧。远吗？不远，好像要在河边上。好。就到了，我猜我们的中餐厅应该在那后边。哦，就那一条。对，你们看，它都过去那边了，所以应该是在那后边。这电车都是有轨的，你看到了吗？老电车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喽！哇哇，是这样，红色的中餐厅啊！中餐厅。欢迎来到中餐厅，耶！走吧，哇，我们要进门了，哇哦，哦。哇哦，哇，布达佩斯，哇，哇，哇哦，青花瓷，哇，青花瓷。这个好中国，是不是好中餐厅哈、啊？真的很中餐厅哎！哇哦，厨房，厨房在这边，还蛮好看的。哇哇，哇，这是我们的厨房，好干净的厨房啊！这环境真的是绝了。店长，这是不是就是厨房很大？就是，是算是几季里面很大的了吗？算是大的，因为有两个厨房。它分中西吗？还是说？对，冷菜、热菜、中西，就两边都可以。哦，但是分两部分，两部分都可以中餐，然后这个可以用备菜。嗯，哇，已经有一些了。这有锅，好多锅。这储藏间。哦，这后边还有一大部分呢。哦，里面还有一些背的锅子。哦。这有点意思啊。洗碗台。哦，有黄豆酱耶。这好多香料，还有剁椒哎。哦，有干辣椒，哇，好全哦！咱们先蒸米饭，我去隔壁买点菜，我给大家炒几个菜，咱们先吃饭，行吗？谢谢您，可以。这样，我们先领钱，我们第一步是先领钱。我们能有多少启动资金？来，啊，店长手册，来来来，大家过来了，好，好。我们的店长手册啊，
请黄耀明店长向全体合伙人宣读。亲爱的黄店长，再次走出国门，向世界推广中国味道，此刻的你一定心潮澎湃。确实，太多年没出国了，好开心啊。中餐厅第七季拥有史上人数最多的团队，资格最老的店长黄小，最老就去，资格最老的店长小明哥，最帅的店长小明哥，还是你说的对。加上另外七位合伙人，组成了我们的新七季。所以此刻我们想用数字12345678来开启今天的合伙人介绍。首先，让我们欢迎第一次常驻慢综艺节目的赵又廷。我想要的，自始至终不过一个你。算上又廷，我也是年纪最大的。你哪年的来着？84。来，没事。欢迎多年以后重返餐厅，开启第二次餐厅打工经历的岳云鹏。之前有过学厨师的经历，可能也不会太多菜，就4-5个、5-6个。我原来在饭馆的时候，我是做服务员的，跟客人打交道我是比较有经验的。欢迎始终保持专业3.0版演技在线的尹正。好牵强啊，好牵强啊，什么啊，这是好牵强。没说不让有，但你不能瞎有嘛。保持你专业3.0。不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跟你好好解释一下。我也没听懂啊。欢迎春夏秋冬四季都想见你的许光汉。谢谢大哥。哎，这期中餐厅里面没有卡拉 OK 差评，我跟你们说，真的。来，欢迎唱歌跳舞演戏主持熏腊肉舞戏发展样样不误的沈梦辰。你这个好搞笑，是不是？还有手混搭，你知道吗？我先给它挂架起来。香辛腊肉挂到了布达佩斯来了。有点酸，咋回事哦？正宗的腊肉，民族的就是世界的。怎么会知道我要带腊肉？欢迎前六季节目都希望你来我们中餐厅洗碗，你都没有来的林允。这次一定会好好洗碗，这次一定会好好洗碗。等一下，有点难洗，太难洗了。哎呦，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累还得洗。我录完这个节目回家刷碗一定很快，干活吧。我越来越像没有感情的洗碗人了。欢迎值得期待的国风美少女程潇。哇，你这张照片太美了。我带了旗袍，因为这样也方便干活。
对，我觉得你往那一站，估计外国客人都进来了。好，欢迎大家来到《中餐厅》第七季，来到美丽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。这次我们的餐厅就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城区最中心的地带。餐厅左边是以诗人裴多菲命名的裴多菲桥，餐厅右边是各国游客最爱打卡的自由桥。真的看到了吗？哦哦，氛围组，氛围组，新一年感，新一年感，要看到看到了，哦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哦。这也是中餐厅第一次开启节目的都市经营模式，所以问题来了，都市经营有啥不同？都市经营最大的不同就是一店双档。啊？双档啊？一店双档就是一店开两档，那难怪那有两个厨房。都市经营模式有着多元化的碰撞和高强度的竞争，所以这一次的中餐厅将全面升级。简单的说，我们还是一家店，不一样的是这是一家双档口的店。中餐厅将首次新增一位店长，和小明哥一起经营。让我们掌声欢迎本季新增店长赵又廷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